创可贴这种东西可谓是家中必备品了，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磕出血了，都会贴上一个创可贴来止血。我们常用的创可贴只能用于小伤口，要是伤口太大，创可贴就没什么作用了。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一个团队便发明出了一款带拉链的创可贴。接下来就和轩轩一起来看看吧。严格来说，这个创可贴其实是一款伤口闭合装置，它名为 Zip Stitch。与常用的创可贴不同的是，它是专门用来应对那些大伤口的。从外观上来看，这款装置的长相有些像拉链，装置的两端都配备胶粘剂。其实这款装置的使用方法也是很简单的，首先你需要将胶粘剂贴在伤口的周围，然后再拉下拉链，此时你的伤口就可以止血了。是不是觉得太神奇呢？不要觉得不可思议，这款装置止血就是这么简单。当你在日常生活中不小心磕碰出了大伤口的话，可以及时拿出这个装置来止血。不过如果你伤得比较严重的话，还是要及时去医院就诊的哦。亲爱的网友们，你们觉得这款创可贴如何呢？好了，本期的医学